袂当予团长啊好命，团长啊坚持要带钱，莫变叫伊，咱回来。阿公，团长，阿公，阿母，咱到这里散车，我实在带袂落啦。你我住这好无？这穿好、穿好啊！阿公甲阿妈拢甲我讲过，伊要予我读一读到博士啦。阿公，阮家也无遐侪钱啊，你是要安怎予我读册？阿公，卡准你若想我，我拜六礼拜会转去看你啦。你我住这啦。选择要住在这，这是3500万的机票，我请你收起来。人生在世，辛辛苦苦是为什么？嘛是为了这个子孙，今仔日孙都唔得了，这个做钱有啥物路用？做伙十几年，向阳离开，生活底是真个艰苦。也毋过你住在遮，有阿公，也过恁阿妈，过恁阿，过恁阿叔，拢会真疼你。你真紧就惯习，吼、哦。对啦，对啦，啊，乖，团长啊，
你敢真正考虑清楚？你即摆若是后悔，阿姐随带你来录你阿公甲阿母，啊？文雄啊，你出去啦！点点啊，你讲什么话啦？团长，团长，团长。阿爸，是发生什么代志了？团总嫌咱家散情，伊走去过家，不爱回来啊。阿公、阿母，咱到这里散情，我实在住袂落了。你我住这好不？这钱好，穿好啊。阿公甲阿妈拢甲我讲过，伊要让我读书读到国书啦。读书要花很多钱的呢，阮家也无遐济钱啊。你是要安怎给我读书？团长！阿爸！团长！阿爸！团长！爸！阿爸！爸！完了，做无在调的，我一个孙仔来饲袂饱，还要去住喺别人家啊！爸，团总既然这么不要想，你就让他去，当作咱林家无一个子孙啊，爸。我不敢啦，我来饲伊十多年，我甲伊共孙子，共辛苦，伊即摆样样撞去别人家，我不敢啦。爸。事情已经变到安尼，你讲不干嘛无路用啊！你家己爱想较开的啦，爸。爸，你唔通好啦。我咧袂惨袂得，袂输我虽然心肝疼，还佫无这个孙，我心肝还佫较疼啦。我是要来向林家的祖先交代。爸，林家这个祖先，我孙女我都能保住咱这个家产，老这个孙都老袂掉，我真该死啦！啊，这个公妈，你快去给我爹娘去呀！爸，爸。秘书啊，迄咱新的董事长，啥物时阵才会到位啊？差不多应该这两天就来吧。哦，哎，迄个林平水清啊，伊做梦嘛想袂到讲，咱有人来用这个步骤来对付伊，所以董事长，该遐尼简单，都不如天天拨落来个。我看吼，伊即个稳家就惊啊。是啊。你这个老查某，你竟然敢设计陷害我！无要紧，我一定甲你所做每一件代志讲给所有的人听，我一定会去外口宣传。到时阵啊，你才知我的厉害。你会对我无情，我绝对无可能对你客气。阿清啊，代志既然你这么清楚，咱就好好讲一下，较济啦。你爽快，我嘛甲你靠阿嫂哩，起来。我有开一张支票，3500万要互恁丈人啊。我想袂到，迄善食人遮尔有志气，一声就来甲疼献上。我另外开一张，要互恁，退去。3500万。这张票你若退去了后，咱两家以后就无啥物瓜葛，你若爱对传宗死心。3500万，又搁转来我的手头。我若是摕这张支票，我就发了。阿爸问祖厝，甲田，敢若是
伊若失去团长，一定会哭到要死要活。即马我若是收这张支票，等于是甲团长啊袂有过交，阿爸绝对袂原谅我。万一啦，伊若安尼带过，安尼我是要安怎对社会、对我的良心交代？阿青啊，啊你是考虑了安怎？卖吵，无搁咧想了。我若收这3500万，经过生一个囡仔怪阿爸，无的确伊嘛会接受。伊啊，不过团长就是团长，我搁生100个嘛，毋是团长啊，会袂用个袂用。我袂用个搁伤阿爸的心。这3500万害伊。哎、欸，这是3500万呢，毋是3500块哦。免甲我讲遐济，你即间摕伊。你若无，我等下改变主意。好啦，你若是这么坚持吼，安尼支票我来甲收起来。我的3500万，天公伯，你是安怎遐爱创治我？钱是你家己无爱哦，啊以后你是毋通去外口安尼四界甲我白讲话哦。这件代志还袂煞，你安尼设计陷害我，我无可能安尼怎放你煞。钱是你家己无爱哦，无你是要安怎？你讲啊！第一，你爱甲我赔实的。你，我今仔是真坚持无甲你提钱哦。实的啦。第二，我依然是泰丰饲料公司的董事长，每一个月安尼啊10万块的薪水。董事长已经有人选了。领导的代志你家己去烦恼，回头总共一句，我要继续做泰丰饲料公司林平水晶董事长。明仔载你去上班啦。第三，我要分大股，每一年分2分的红利。你，你还是弄土青骨的，你吃我足够哩。看你是名声较重要，还是2分红利较重要，你家己去考虑吼。我随时会当开记者会哦。好啦，还阁有咧，阮丈人最近身体无啥好，我要请你2个月的薪水。替伊报一下，我来开票。我要现金。你无食哪有气力啦？加减食一点好无？哎，团长啊，咱安尼个小命命，也会讲安尼嫌咱倒算车，去住咧好野人遐，枉费咱安尼在疼。阿爸，我是感觉团长会去过卡，无这么简单。你想看卖，团长遐尼乖，阁遐尼捌代志，伊若是嫌咱兜散车，顶摆予师傅卖掉，伊就袂阁转来啊。你是讲团长有啥物苦衷呀？这是我咧要的啦。讲安尼嘛有理的，团长是一个遐乖巧的囡仔咧，无伊就讲安尼话变就变啦。阿爸，你要去倒啦？我来问团长啊，看是不是哦，国家人逼伊，那国家人逼伊哦，我拼这老命都要甲抢倒来。阿爸，要去嘛免这着急吧，每食食的才去啦。都甲你讲食袂落，你干哪呢？你唔食，我不爱和你去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先走。变快哈，安尼也好啊，安尼看咧。
倒去敢无看人？别人咧艰苦，你也拢袂烦恼哦。无你嘛找看有啥物事头通好做无？我这个家是要怎维持啊？秋姐，你这里放心，目睭贴好金，看好，看下无？贴。嘿，秋啊！嗯。你哪块钱？但你的这个查某嘛是咧，啊无钱你也咧烦恼，有钱你也咧惊着。嘿，秋姐。青啊，咱家虽然散请，我甘愿讲三顿食无爱交豆油啦。你袂记咱伫咧桌上面头前讲过啊？你要做好囝呢，你是毋通去做歹代志了？这你放心啦，这个钱哦是凭我的本事赚来的。小姐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为今仔开始，我尤元阁是泰丰治疗公司的董事长。嗯，泰丰治疗公司。啊，不是已经倒啊！迄完全拢是一张骗局啦，小姐。当尾暗中设计陷害我的人，就是郭家迄个老查某。伊的目的是啥？伊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交出团长啦。今仔叫我查出。真正安尼做？哎，真正安尼做，我叫伊去找伊算账。我讲哦，伊若无为着这件代志负责任，我绝对开记者会。伊煞惊着咧，我开的店，佮全部拢答应。我讲我要继续做泰丰饲料公司的林平水晶董事长，伊嘛答应我。哈哈，一年要分两成红利。亲啊！啊！你安尼是咧讲恐吓呢？我啥物咧甲讲开？伊若无答应我的条件，我绝对会安尼做呢。这个，这个钱哦，收好，我一千五二无去顶当着，当作咱厝的所费，知无？我当道上的面头前讲过，我大伯囝嫁做家当。阿青。这个钱还我者。哎，你是要搁创啥啦？我是想要摕落来阿爸看一下，看伊，看伊病会怎安尼好起来。阿爸，习惯，我来吃，我来。阿爸，我吃。来，爸，好啊。爸，哦，习惯，麻烦你少提一下。阿爸，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。那，真是让我哩。啊，你若无咧吃老老，你哪有这钱啊？哦，这代志是安尼啦，啊，我到迄个。泰丰饲料公司也无倒啊，我搁转去做董事长啦。我剩下领两个月月休啦。哦，啊，念的讲倒，念的讲无倒，我是咧搬出去出来啊。我讲来话头长啦，以后我偷偷讲你听，非得总讲一句话，这个钱你收起来，啊，以后林家所有迄条生活费哦，拢我来负责，拢靠我，你这里放心，好。靠你啊？哎呀，啊，靠你哈，你别如果死大心。阿爸。虽然讲吼，我真衰啦，也毋过我无歹心啦。啊，我逐遍拢想要好好啊做，还是讲天公伯都无生目睭咧，逐遍拢话我出错，我就无法度啦。阿爸，啊，大清多这个心啊，你都甲收起来啦。系啦系啦，阿爸，阿爸，你甲收起来啦吼。啊，这边哦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好好啊做。我等下你面头前就坐，我一定吼，甲林家所失去的机会，拢甲买回来。你做你放心，好不？唔免惊啦，好。阿青，即句话你虽然讲较无一百遍，不过我希望你吼，即摆是讲正经的。阿爸，多谢你相信我，你做你放心，无论如何我一定会好好拼。小丽啊，你
阿爸真正老人囡仔穿，只要说说伊就无代志啊。我看伊无代志哦，我嘛感觉真欢喜的。青啊，嘿，你拄只在甲阿爸讲的话，是唔当放袂记哦？会啦，我一定好好做，我会拍拼赚钱，袂有失望。你不得了无？没啊，好啊。这个手机嘛，甲阿爸同款，比阿爸搁较囡仔穿，说说伊就无代志啊。妈，我知影啦，团总伊足乖啊，伊伫楼顶写功课啊。有啦，我头拄仔嘛拍一杯果汁互伊啉嘛。嗯。啊，妈，你中途无要在遮啊？哦，好啦，我知啦，好好好，就安尼哦，哈，嗯，好，再见。团总。加分啊！你这份是安怎？大少爷是哦，食食饭还三吃四吃哈？阿姨，你唔是叫我入民宿？入民宿干咩入我讲哈？拢总有四间呢。加分啊！食饱了吼，甲楼下民宿嘛入入诶。嗯，我阿袂坐你就坐，去提饭啦。嗯，天崩啊！干嘛我停你家哟？凡是一世人无食过这個，可是我若摕这个吃啊回家，一定会足欢喜。这样尼好，已经无菜给你配啊！你减一块吧，吼，你配人边啊安尼。你知影无？是啊，害我哦行动拢足无自由的。Thank you.
安总，你回来啊？你要去倒啦？阿姨，你莫搞油啦！你阿爸、阿姊，你紧出来啦！团总回来啊啦！你莫走啦！团总啊！团总，阿母，团总，阿母，我就想你了，阿母，我就想你了。公，挂袂掉，会想阿公哦，我都知。等下，阿公为着你，已经破病几落工安尼。阿公，你别烦恼啦，我伫遐过了真好，因拢足疼我的啦。团总，阿公毋是惊因无疼，阿公是想你受到破病，你知影无？你莫转去啊，好无？你安尼无伫个吼，敢若阿公家一个人困，阿公我袂惯性，阿公我想你，你知影？卖等呀，吼！阿公，我嘛就想你甲阿母的，阿不过我若无转去，恁就无通转去恁家己祖厝。阿公，你有法转去好无啦？阿公，团总，阿爸，我约了无着，团总有伊的苦着，伊是为着你，才走去过家。团总。我都知，我这乖孙，伊哪会讲无因无果，无爱我这个阿公，原来就是安尼。你这尼啊友好，阿公甲阿母拢真欢喜。阿母，阿母甲我来大破厝，阿母莫让你离开啦。阿母，团长，你无在阿公的身边，就是有山珍海味，阿公吃了嘛无意思。卖得起，吼！阿公，我到恁家，你是会当一家钱还阮阿公，让阮阿公会当把厝买倒去。乖孙嘞，会啦会啦，放心啦，阿妈哦，明仔就先来办这个代志。你是要驚啥？阿爸在邊玩樂？你莫定來搞王家啊！我團總，你甲阿母講，你剛講的話是你家己要安尼講的，還是家家人甲你教？阿母，團總啊，阿公吼、唔相信講你真正無愛恁阿母甲阿公。你做你老實講，你講老實話袂要緊，你講啊！這是我甲你講的啦，而且嘛是事實啦。咱到这尼善吃，吃不好也是袂好。咱因国家这尼啊有钱，吃好搁穿好，还搁有车通好坐呢。我不爱跟恁住了，我要转去国家。团长，团长，阿爸，阿爸，阿姐，你得转手机啦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这鞋啊，你买啊？无啊，咱哪有材料通买？阿爸，这敢会是团长带回来？你再来给伊吃。
是潘总的，这是谁啦？阿公，我嘛就唔甘离开你甲阿母，啊，不过我袂用让阿公失去祖厝咧烦恼艰苦，我给因做孙，因拢总疼我，我会乖乖听话，认真读册，请你免烦恼。阿公，你定要去家家提钱，我若无，我得白白去给人做孙啊。阿公，这钱也是我摕回来给你吃的。你身体也得好好照顾，你得要保重。孙，团总上。团总。团长，歹势，这个团长哦，是阮家教用3500万买回来，即卖已经不是恁囝，你来。等，团长虽然是恁家教的囡仔，你嘛不要欺负伊。啊，无你是倒一缕目睭看到我咧欺负伊？我只是问伊去倒位，安尼敢袂用的。我李总讲一句话，你敢欺负团长，我绝对唔放你走。有听无？哦，团长来，过来吃，过来吃，过来。你是要干啥？阿爸给你保护你。团总，阿爸现在要回去，你是要留在这，还是要对阿爸回去？我要留在这了。团总，你若真正坚持要留在这，阿爸袂给你勉强。爱去哦。若是有受到什么委屈，还是反馈，一定要打电话阿爸，阿爸随时拢会知，知无？嗯。阿爸。我叫你嫁，你有听无？听话，拄只走去倒？我等去看阿公甲阿母啦。敢唔免问我一下？我以后唔敢。看你就敢看恁老母敢款，愈看愈生气。赵大伯，我都知咧。哦，你真正当要背后拍团总啊？团总你完了，行变啊！变变啥啊？你搞骗我，我就跟你讲过哦。不是就是安怎？我跟你讲过，我要安怎？我叫你袂用欺负团总，谁来在欺负？阿姐，你想要赵兰芬到底拍啦？没有没有，既然我告诉你了，赵兰芬拍完，你也替我做主啦。我想要来拍伊啊，你跟你问伊啦，伊安怎对团总，你跟你问。没有，你讲啊，讲啊。安怎啦？我是这么代志先。阿舅，阿斌来家人啦！哎哎，阿罗阿舅，阿舅，我妈过来。哎呦，阿谁给你拍啦？你问恁新妇啦。狗屁叫！你是到我家偷钱的？你讲啊！你有够过分哦！韩总是我的金孙哦，你敢打卡？伊做唔对代志，我教是一个，你是为好呢？你韩总做啥物唔对的代志吼，拢袂够你甲教是啦，还佫阿公佫无兄弟的啦。你靠站下来！团长嘞，阿妈唔甘嘞，来来来，跟我起来楼顶哦。哎，等下等下等下，啊，团长唔是白白去用拍的，啊，怎安尼要准出错？阿青啊，歹势啦，这件代志我来处理啦，啊，唔是干那歹势尔，规日总共一句，阮团长好好扛当要领导吼，领导要好好甲照顾哦。万一若出什么问题，我阿青绝对无可能放恁煞，到时我来拆恁的厝尾，恁就千万唔通怪我啊。歹势歹势，没啦没啦。团长，较乖啊。来吧，有代志打电话吧，啊！是嘞吼，是嘞，无得麻烦你啦。我娘，我送一个。哦，阿青，我送你。歹势吼，阿忠。你袂忝哟，去休困，我来等就好啦。不要紧啦，阿青还袂回来吼，团长不知安怎，我都袂放心呢。阿爸，阿青，快问你的啦！啊，你
带团总去，几家人安怎无？后尾无安怎？迄个臭查某咪叫，看到团总就甲神了。伊拍咱团总，伊啥物拍咱团总？迄个臭查某拍人无需要理由，那真正要扣理由哦，闺蜜阿弟的啦。团总拍一回要紧无？是不要紧啦，迄个臭查某叫我神一个，更加吃力。一定会叫米幺的苦头。你这你放心啦，过桥我也见过过啊，伊唔敢对团长安怎。我今仔去过桥，我甲警告过啊，以后伊唔敢欺负团长啊啦。是讲话，我讲倒转来哦，迄是团长伊家己要留踮咧过桥，你相信嘛无路用。团长虽然讲唔是我的亲生哦，伊不过嘛是个忝命命，我嘛真唔甘呢。一边哦，啊我代志母该要大条哦，害你失去一个孙哦。感觉真对不起你啦，乖爸，你做你放心啦，我甲秀琪还阁少年哦，阮两个会使生一大孙仔互你，吼，啊，逐工遐孙仔拢踮你身躯边安尼，叫阿公阿公，吵甲你臭伊人，安尼好无？莫踮咧乱笑话啦，我莫甲你吵啦吼。睡太久了，很无聊，今天不好睡，我拢抱好。你是气笑？大厅头呢？啊，你讲多少？那无要紧，我甲清洗过，准备啊。师傅，啊，你哪里在痛苦啦？啊，这大厅头呢？哦，你是感觉不舒服的啦？阿姐啊，你不能来睡啊，若无我睡袂去呢。你是要去倒位啊？我要去看秀慧。我不准你去。阿母，秀慧是我的某嘞，我为什么袂当去看伊啊？你这段时间，甲屁云行到安尼啊，啊你要搁去看秀慧，安尼对伊敢有公平？伊也毋过我甲伊只是普通朋友尔，但我去找我的某，对有啥物无公平的？你爱知呢？迄一暗你啉烧酒醉哦，是啥物人咧饭店照顾你几暗？哈？是撇魂哦，不是秀慧呢。啊，你讲这款话敢对？阿婆，你还是认为我甲撇魂有啥物关系是？这都爱问你啊，哪会问我哈、啊？
我是无爱你安尼双脚踏双船啦。有人讲你是一个无负责任的人，搁再讲啦，啊人聘婚是倒一点的私事费哈？论家世，论人品，论学问，论身材，哎呀，上无吼，伊嘛比伊较健康。你就是硬要叫我甲秀惠离婚，好通甲聘婚带入门中。我就感觉我甲伊较有缘，讲话较会投机。阿母，你哪遐尼自私啦？那是会当互你幸福，互你讲自私，哪有啥物要紧啊？嘿，明昌啊，阿哥你讲的话你是有听入去无？你是唔通我去找秀惠啊啦？我去找聘婚，敢袂用的啊？什么代志？我有一挂话想要对你讲。是什么话，让你这么为难？我怕这话讲出来以后，会去伤害你。什么话，做你讲，免惊会伤害到我。我咧想，咱以后卖个再见面。有啥物？别话，我是已经有某有囝的啦。若假使咱定定见面，恐惊别人会讲阴话，而且对你蛮不公平。我若是讲，我无计较。我毋是已经甲你讲过，我是已经有某有囝的啦，我无适合你。我会等。等你跟恁太太离婚，我绝对袂跟阮太太离婚。这世界上无啥物无可能的代志。我讲无可能就是无可能，敢无恁世界上就无别人了？是安怎你要糟蹋你家己啦？这是我家己欢喜甘愿。你咱拢讲袂存车啦？不是我讲袂存车，你无应该一开始就予我这距离，起码我一定爱着你啊！你才爱讲这款话。真实的。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，明昌，我是安怎？我已经放不开啊，我要安怎？我搁在相思爱，用心搁爱。